之前你会云瑶了，只要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就会一个人来这儿。这儿的花香，这儿的月色，总是让我感觉有你身上的味道。我只要坐在这儿，就觉得特别喜欢。切，肉麻。手还疼吗？已经快好了。好多了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 嗯，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情。你说当时如果没有绿光的话，我会不会就已经不在这里了？我也有想过，当时云裳害我的时候，若是我没有看到这绿光，我可能就不仅仅是耳聋。 当时我们俩都看到了绿光，所以我能听到你的乐声。或许这就是我们命定的缘分。原来，传说是真的，只要见到绿光就能收获奇迹。嗯。可是，在那绿光消失之后，我就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碧玉了，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。碧玉是指引我们重逢的。 现在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，就算之后都没有碧玉，那就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吧。谁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啊？不让我陪，嗯，不让我陪，还让谁陪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要你陪，要你陪。再亲一下。